风用你的口吻将这远方雨纷纷，我在梦里停顿，数着记忆的年轮，为的那句炙热的情深，敢用一生繁华换浮沉，交给旧一寸，把故事封存。爱是红尘留下的余温，花开花落聚散成印痕，任由岁月天真为和夫人是不是睡着了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怎么可能啊？那你说他们在干嘛呀？他们你小孩子懂什么啊？他们不会真像书里写的那样。什么书啊？等你以后嫁人你就知道了。啊，青秋姨，你说嘛，什么书嘛？跟我们讲讲吧。就是那个，比翼双飞，情比金坚，懂了吧？将军，啊。
你不会又被将军拒绝了吧？少跟我提那坏蛋，让开！为的那句炙热的情深，敢用一生繁华换浮沉，交给就一寸，把楚将军，你给我站住！什么意思？本将军之意，皆在此心字句之间。楚兄弟，你明明喜欢我，你还在那嘴硬，你到底要掩饰到什么时候？你看着我！我叫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！我告诉你，你的眼睛、眉毛、鼻子都在说喜欢我。夫人误会。误会什么了？你当真要羞辱我吗？当真，本将军从不食言。好，你给我一个理由。大丈夫志存高远，何况正如你所说，本将军身兼重责，无暇顾及儿女私情，对吗？那昨晚书房之事不算是儿女私情吗？昨晚是夫人主动。那你也没有推开我呀、啊、他不就是成了我一厢情愿了吗？哪怕离合悲欢只一瞬，日后本将军时刻接待军营，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再发生。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江山美人无从选择的烂理由。神经不是你说就这么修的。花落聚散成平衡，任由岁月天真，唯一人爱是荒芜遇见的初春，无声无息推开了心门，人都人可惜愿做你不二臣。爱是红尘留下的只笑了花落聚散成银河，任由岁月天真。你快去你那个心心念念的军营啊，去留跟你这个男将军无关。爱是荒芜遇见的初春，无声无息推开了心门，人都人可惜愿做你不二臣。把这些通通都给我撤掉，全部都扔出去。小姐，将军又回军营了，你知道吗？别跟我提那个军营，别跟我提那个将军。昨天不还好好的吗？怎么睡了一觉说翻脸就翻脸了？比翻脸还严重。你家小姐我被那个将军给休了。那小姐你岂不是成了弃妇了？我可不是他说休就能休的，我可是皇上赐婚，他现在躲在军营里不见我，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就在将军府等着，我就不信他不回来。那万一将军不回来呢？那我就去军营，我一定要弄清楚他为什么要休我。那万一将军不让你进军营呢？若若你提醒的对，我得想别的办法混进军营。将军，新兵带到。第三个队旗，哎，我让你队旗，你是不是听不懂口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禀告将军。我是您的新兵。胡闹！我是按照将军张榜的征兵告示前来的新兵。本将军要争的是保家卫国的铁血男儿。没错，我也要学将军
志存高远，身兼重责。大丈夫志存高远，何况正如你所说，本将军身兼重责。况且这征兵告示上也没有限定新兵是男是女，是雌是雄，是公是母，将军本就从不食言。你当真要羞辱我吗？本将军从不食言。小的我都符合条件，将军怎可反悔？好，其他暂且不论，你可知道想要成为本将军的兵是要经过考验的。悉听尊便，刀山火海，龙潭虎穴，尽管放马过来。你过来，就是你。开始吧。好，你赢了。你上来。夫人是说哪一段？哪一段都假，那看起来那么重的纱包里面全是棉花，你以为其他人都傻了？还有啊，刚刚在上面，哎，我还没出招呢你就低下来，你就不能稍微过两招吗？夫人莫说两招，半招都不可，要是伤着夫人一丁点，我还有命活吗？您就饶了我吧。哎，对了，楚秀明呢？是将军。别废话，快说。为例啊，开会了吗？练练吧，
好好的，你搞什么呀，蛾子？此物过于危险，我怕你伤到别人。大家都一样练的，有什么伤不伤着的？你是女儿身，是我的。什么？是我的士兵，我的兵就要听从我的指挥。行行行，我注意点就是了。抓完吗？抓完我下去练了。站住！ 我陪你练，啊！有点意思啊，将军。 出其不意，让难逃圣眷啊！再逃，本将军就对你不客气了。还不快收手，莫要伤了你自己！少废话，开枪！将军，我赢了。 承让，别受凉了。这么大，有这么小的，啊，不疼，是不错的呀。这很大，这么小，脏怎么？我害着你，这身上，快点，厉害厉害厉害！ 看来此次赐婚非常之好啊，潘将军能替朕守好边关。皇上，此次前去，奴才听到有些风言风语。哦，你说来听听。将军似乎在朝堂中有探子。此消息何来啊？具体奴才也不知。 但楚将军消息灵通，皇上一言一行皆知啊。截断与将军府来往的货物驿站，彻底调查。萧素可在城内？在，皇上可要召见？让他候命。是。奴才告退。 长相思，长相思。若问相思甚了期，除非相结识。兄弟，跟你打听伊人，您是锦爷吗？不认识。
大娘，我跟你们打听一人，你们知道姐姐吗？不好意思，不知道。没事。来来来，快看。哎，公子，看看，看一看吧，上好的瓷器哪一个？兄弟，给你打听一人。有点钱吧。大人，能给点钱吗？给点钱吧，给点钱吧，大人。对，大人吧，谢谢。谢谢大人。你们是都想要啊？是。好，那我跟你们打听一个人。大人要找谁啊？大人要找谁啊？当年在这条街上，有一个人叫姐爷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打赢了将军正口渴，进来。夫人，我们每日在军营都要面临突袭，很有可能丧生于此。将军军事繁忙，既要操演军队，还要抵御英阻。我看这几日将军心神不宁，是在担心您的安危。我知道将军日程繁忙，我来呢主要也是想帮他分担。况且谁让他做了让我生气的事儿。将军常年独自镇守边疆，一直以来言语不多，把心事藏在心里。他要守护的是朝廷还有千万百姓的性命，偶有心情不佳，如若因此得罪夫人，还望夫人谅解。我不是那意思，副将的话我明白了，谢夫人。将军，属下刚刚得到消息，皇上命驿站截断了所有与将军府往来的物件。也包括瑞王府的信吗？是。你派人看护好夫人，加强军营守护。属下领命。此事除了我和他无人知晓，朝廷为何突然要查信件？难道瑞王府那边的人被发现了？大家挑选自己趁手的兵刃。本将军重新给你选了件。老二，我还会再回来的。那你到底要给我选哪个？大刀？不可。长剑？不行。
时候早有防备，给我备下了桂花糖，不然每天喝着没味的白粥，岂不是要惨死啊？哎呀，有口福了！哎，你干嘛？啊，我，楚兄明，你故意的吧？每人每天就这么一碗，你打算让我吃什么？这粥有古怪。这是有砒霜还是有鹤顶红啊？我看是你有古怪吧。你若想吃，再打一碗便是。吃什么吃？哼！抛出之人，也要细细排场。明白。新兵沐浴，人人到场，不得延误。这军队洗澡的时间都规定，每天那么多士兵一起洗，我根本洗不了嘛。早知道我就站着不动，我不会出汗了。哎，要不回府里洗？这路程也不短，不能每天这样来回奔波吧。你要去澡堂？我吃饭后散步。哦，这个盆是我洗脸用的，累了一天了，脸上都是土。说要洗澡，可去我军帐。凭什么？去你军帐？你不是把我休了吗？我就算脏死了也不去你军帐洗。楚修明，武器也不给我，饭也不给我吃。现在连澡都洗不了，不仅吃喝折磨我，你还想占我便宜，想得美！得了，别弄了，都洗完了。夫人，鲍子恒，给我的床铺和被褥呢？您的床铺已经安排好了，属下这就带您过去。鲍子恒，这是将军营帐，他让我在这里过夜啊？是啊，夫人。那你去告诉将军，我是自愿入的军队，就该安排和其他士兵一样的待遇。况且，他为什么不来和我商量，而是替我做好决定啊？我不去。还有，将军心里应该清楚吧？我没资格去他的营帐。夫人，您就别跟将军斗气了。立刻带我去新兵营帐，我累一天了，我要休息。我，请。将军，是。他想住，你给他安排几个。士兵们也不敢造次。是。来，帮我扶一下。好。太累了，睡了。各位，我睡哪儿啊？要不我睡外面吧。不是那个意思，我。鲍总，他们都。没事儿。
不是，明日还有训练，这样总不好。那个，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睡啊？夫人别担心，士兵们全是糙汉，平日训练也是野外就寝，您就在这好好休息啊。我。沙场，我当兵，养死在军营，太没面子了。这么晚了，大家应该都睡了吧？应该没人发现我吧？出来，我们进去了。什么事？夫人，将军，夫人到了。这两日辛苦了。这是府内带来的茶，喝点吧。将军有话直说，我既违反军规，给予处罚便是。属下告退。你若不想恢复，必须每晚在我军帐休息，而且必须在这里洗澡。既给了我休书，我又不是你夫人，你为何如此关心我？将军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这里都是男人，你洗澡休息皆不方便，且军中上下无人不知你是女儿身，你怎么跟他们一起住？你让我住这儿，我就住这儿。你必须住这儿。这一个屋子怎么住啊？我另铺床睡，同住一屋，各不相干。楚修明，你又想给我来府里那套，把什么事情都甩得干干净净的。我沈锦记自愿来参军，我自有打算，不用你操心。只要你不在军中胡闹，乖乖住在这里，你提什么要求我都满足你。我想要一切皆可满足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行啊，将军，我昨夜啊一夜没睡好，甚是疲惫，我想要喝点酒放松放松。你明知军中忌酒，提此要求分明是。我一小女子，我怎么知道军中忌酒啊？是你说要满足我的，我就是想要酒嘛。你堂堂大将军，为何没酒？好，是不是我只要给你酒，你就答应我的要求？只要你给我酒，
我就答应你。一生大笑有几回，有醉相逢须醉倒，真是畅快，又有美景看，又能有酒喝，还是将军想的周到，我就送你有酒喝吧。不过你这可是违反军规啊！让你在军营喝酒，还不知道要闹出多大的事情。楚香明，你还真以为我是你手下的兵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皇上御赐给你的夫人，我可奉劝你啊，别自以为是，你真的不知道，脾气超级臭，整天板着一张脸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你干嘛？你不是把我凶了吗？别乱碰我。大家都说女子心海底针，一个大男人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，我为你守府，我为你来军营，我为你做很多很多事情的，你不仅要凶我，还要赶我离开你身边。你以前还夫人长夫人短的叫我，你现在连砍都不想砍到我，我在你心里什么都不是了。你敢叫我一声夫人清清？你看你就是不像啊，你看看你绝情的样子。赵虎啊，天灵灵地灵灵，我终于能够洗澡了。前面有湖，小心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你酒后入湖，太过危险，赶紧上去把衣服穿上。你这话说的好奇怪啊，不脱衣服怎么洗澡啊？不过真的是天助我呀，这里有湖竟然可以洗澡。楚小明，你刚刚是不是叫我夫人？是不是你叫的？刚在情急之下脱口而出，我以后绝不再喊。不喊就不喊了，不过你为什么说干什么呀？你要不要主动来跟我一起洗澡啊？你若是要洗澡，赶紧请我上去把衣服穿好，我在上面等你。啊！这里四处都是荒野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那我穿的那么少，你敢不敢回头看我？你别再胡闹了。我没有胡闹，你是不是男人？你敢不敢回头看我？你酒后入伙，不知深浅，还不赶紧上府去！楚明。若是你还是在因为修书的事情生气，那我可以赔礼道歉，但你必须马上上去把衣服穿好。你酒后入伙，不知深浅，万一……夫人，将军对夫人的军中表现如何看？他是冲着我来的，与他人无关。将军与夫人还是说清楚比较好，以免夫人胡闹被他人笑话。他此番前来不同过往，行为乖张，应该不会惹下什么大祸。
待他在军营待够几日，应该就会恢复了。夫人在营中，将军时刻可见，暗中照应也是件美事。说起照应，你和豹子头功劳倒是不小啊。将军全当不知，毕竟嫂夫人乃一介女子，不比军中男儿。我心里有数，不会给你们制造太大的麻烦。到必要的时候，我会跟他说明原委，让他早日回到府中。强烈